我希望有一日唔使只系喺台下睇，仲可以上台，唇枪舌剑嗰个就系我。我希望有一日全队人都有机会上台，有得实战先至有得成长。我希望有一日次次上台都可以唔同人，有更好团队精神。我希望有一日比赛之前已经知道评判名单清清楚楚。我希望有一日可以只要到啲公道嘅辩论。我希望有一日辩论可以打到好似英超咁有联赛打。香港辩论联赛，香港辩论联赛，香港辩论联赛，一个唔会一战定生死嘅地方，一个可以俾更多同学参与嘅平台，一个更公平、更有透明度、更注重辩论技术嘅比赛。下一届欢迎你同我哋一决高下。